冬天喝热的很过瘾，超过这温度，小心食道癌找上你。天气变冷了，喝热的东西很舒服。但有网友问，如果喝太烫或喝太急，会有什么风险呢？义大医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王文伦表示，过去曾有美国学者研究，若温度超过67度以上，容易造成食道的细胞病变，罹患食道癌的几率也比较高。喝这种热茶热汤导致的食道癌，通常就会位在比较上端的食道，例如像是颈部的这些食道癌的部位，因为可想而知，又热茶一进去，第一个接触的就是最上端的这一段食道，导致这些那个上端食道的病变。医师也建议，天气冷想喝热的，温度最好在50度以下，比较安全哦。生活中心台北报道。